你知不知道你在爱情上的耐力，如果拿去跑马拉松，肯定会是世界冠军。哎，石兆宇，你有没有真的爱过一个人啊？兆宇，我多希望十年前赢得篮球赛的人是你。我的人生或许就不同了。我有点穿越时空了，原来篮球赛想找到回去的方法。本周日晚间10点，东森综合台，钟楼爱人。